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第35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的本赛。今天首先为大家讲解这盘棋局呢，是赵晨宇八段对阵连笑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王皓阳七段。王老师你好。陈老师好，观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已经进行到本赛了。之前我们看这个天元赛，就是进程特别缓慢，不像以前那样，因为受疫情影响，不能大家在一个就大厅里一起下很多盘，只能一天下2盘这样子。所以呢，它的进行会拉得很长，这个战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对阵的画面，这是赵晨宇连笑。两个人看起来有点像，好像远远的看。他们今天也是，这对局是在中国棋院进行的。这是连笑，然后两个人也是对着电脑，倒是没有戴口罩。那看着连笑好像都很喜欢眨眼睛哦。好，那这盘棋呢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来看看棋吧。好，这盘这个拆先连笑黑棋。是的。对。下出了一个这个对小目啊，还是挺少见的，好像。对，像小目。对，好像还是少见。黑棋先挂了这个，他也没去自己手脚。就是这个小目好像现在好像就是 AI， 好像他们认为手脚不是那么大，就小目，你手了脚还要被什么各种靠，所以呢，他觉得你挂一个我就应一个，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就最近我发现他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好像是，看来又进化了一下，对，又好像又是对，就是主要是各种手脚，他又这种手脚又被靠这个，然后你走这个小飞的话有什么尖冲。有这种靠，就是小飞的话可能较少一点，然后这个的话可能他暂时没有靠了，但是他这边有子了，他这种什么靠断，对，然后这些他有这个逼住了，也有这个靠了，这个搬下去什么的，就是然后走这儿的话他就很往上靠，也往这儿靠，就各种靠啊，现在又进化了，我感觉就是白棋这些没事，他自己我看他还往这走了，这个棋就这么空旷的情况下，是吧，就是也不是很空旷，就下两手然后就这样走了，就靠上去了。就我因为最近我下了几盘棋，然后对手好像都是这么跟我下的。现在这个棋感觉上又有点不一样了。这王老师又可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心得。对对。最近确实这个从都没怎么出来感觉。就光在家里看棋了现在。实战等于黑的挂白的反挂。然后黑棋飞压。双方就互不相让啊。对，爬了一个。就是 AI 好像给的这个说法是飞压两下就还行，这个局部。总之觉得飞压到还不错。还不错，对，觉得还不错啊。但是我看下这个白棋的人也挺多的。好像也就这样了。对，让你飞压就让你飞压，好像也没啥。黑棋把这个飞起来，刚才王老师说这你挂我一下就挂我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对，现在他就是感觉他脾气特别好，对。然后是让白的再挂一下，再挂一个，对，黑棋小尖，黑的又赢一个啊！就这种棋，就是说实话，从以前的来说的话，感觉不太想这样下，就是，就人家走一个你就应一个，是的，而且这边还飞出来了，就感觉配置不是太好，对，配置也不是特别好啊。但现在确实，好像电脑对于配置这个东西好像不太注重。一开始这个棋子好像我觉得我们觉得这个配置这样好像不太合适，其实它都差不多，对对对对，主要看接下去的操盘，对，操控的，对，差不多，然后实战白棋往这儿逼过来了，这儿，这个位置在这儿，这个位置我不知道我看的棋对不对啊，就是反正我看的棋走在这儿很少，对，那一般这个棋型就是我们印象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个谁近一点柯洁跟这个申敏俊的那个决赛是有下过这个棋的，是白棋申敏俊是有下过这个这一路的，他要求这个下边这
小尖，小尖是吧？哎，要小尖你。对，如果说就是假设黑棋，比如说你现在脱先了，挂了角，就白棋可能就不理你了，他就小尖你这个。那么你现在如果贴一下，其实他就是为了让你贴我一下这个。没错，是这意思。啊、你直接贴我一下，基本上亏手棋。是啊，就是你这步贴基本上是一步单关没有用。对。那么我这步并呢，虽然本来傻一点，可能本来尖冲。对，不是本来尖住嘛，可能我病稍微傻一点、但是我肯定也至少有一手棋价值。对，那么你这手棋基本上是没有用的，白棋，啊，黑棋白棋的意图就是走在这儿，就是想下一步尖你一下，然后黑棋主要是被尖到这儿，他也没什么抵抗，就只要白的这太硬了，对，你要是这样拖的话，被别人这冲过来，反正你只能这样接上就转换了，就但这样的话被冲断了以后，感觉白棋就算冲过来，这个也挺厚的其实。没错，而且这个、对，这下接下来这得硬吧，还得硬一点，不硬的话、就被虎下来太大了。这样就等于白的先是把这割断了的话，就比如说将来再加一个，是这还蛮厚的。嗯，就是他走在这里的意图就是让你马上要这个做出反应。嗯，啊，好像我记得柯洁那盘是拖断了吧？好像是，我记得。不记得啊，不记得啊，就是反正好跳的，好像是跳的、跳了什么，推了几个。反正就是他也做出反应了。那还是挺愉快的啊！走在这儿，然后前一段时间我看这个棋还有看过走成这样的拖断，然后白棋就打吃，然后打吃，尝一个，然后就接上，哎，对，嗯，啊，有我当时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下成这样，嗯，这样的话黑棋，因为你要拐的话，其实白棋是非常愉快的，他往这边走棋总是很高兴的，对，因为你拐了扳，我就高高兴兴的，我也不发力啊，我就跟着你硬啊，嗯，接下来这步断。你好像有点吃不消，是的，这边有段你吃不消。那你如果说你继续压的话，我就脾气好，我就跟着你硬，没关系。那你还是要被我断，断你往这儿推，肯定不满意。那你回来呢，肯定也不行。那你可能要补一个，你补一个，白棋可能愉快的把这个一走，哇，这都是我的目啊，这个啊这一块啊，这个非常舒服了就啊，对，就是所以这个地方黑棋可能就不能拐了，不能拐的话，反正这种棋形的话，教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病在上秘方啊，就是这个棋看上去很傻，对不起啊，它其实还行。是的，是的啊，因为走在这儿的话呢，白棋如果飞一个，那么这个地方你差不多就定型了。那我觉得我这边进去了，就这边进去了。是的，对，嗯啊，然后白棋你要走这边呢，它将来这边就留个什么打入或者跳一下，它就脱先了，这样你就没有刚才显得那么大了。白棋，对，刚才那个拐了扳，现在看起来是帮人家围控。对，你现在小飞在这儿，你以后这么尖冲，把它压一压，它也没那么大目啊。对，这边其实跟上面并到这一下之后，黑棋也很坚实了。对，黑棋就很坚实了。主要是这不并的话，被白棋主要是跳一个特别难受，主要是，跳一个你再并，这个脑袋被一扳有点受不了。跳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去了。你回去的话，白的一接，哇，这个白棋看着这个头，那有点硬，非常硬了，看起来。对。啊，像这种棋形，其实我们常见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些个，你拐一个不便宜，对对，你说回来肯定又太忍耐了，是，对，这个往上并一个，单并一个啊，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黑白棋将还有可能有贴着走，有他有人可能还希望贴着你走，然后待会还再贴，希望你拐我就跟你下，是，哎，他就贴着你走，但是黑棋这个并还是可以，就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是我见的较多的还是在这里，好像是，走在这儿的话，他远了一路，但他待会儿可能他也想下这儿，对，肯定也是这儿，对，但是他远了一路呢，走这儿呢，就是对他的威胁力啊，这个冲断的威胁就没有那么压迫，没有那么强啊。你实战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我看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样子的啊，他下一步其实还是这儿。对，但是黑棋连笑呢，马上做出了这个反应啊，直接就走在这里反击了。是的啊，然后白棋就下在这儿，还是下这儿。他的理想图当然是就是这样。对，这是理想，对理想啊，这做梦都想下成这样的样子。但是黑棋不可能啊，黑棋不可能，我既然我都逼住你了，对我就不可能还让你下成这个样子了。下了一个啊，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他往外跳了一个，嗯，这个冲断我就不走，让你冲，这个棋就比较高级了，这个棋，
我感觉应该是联校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所这个有准备研究的，有准备的啊，就是他也不见得为了就是一定为了这盘棋觉得能下成这样，但是就是他平时可以看出来就是他非常用功，就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棋形的这个他是有看过的，我觉得啊，为什么说这个好呢？就是说我现在走这个。比如说你现在你冲断我，那显然这个地方黑棋它是有可能有过度过的，嗯，对吧？如果说你先弄我一下，对，我可能我就弄你一下，对，这样的话大家是吧？你这亏损了，我就损了，我就算一下，这样大家一人亏一下，嗯，这样我也就算了黑棋啊，因为本来我如果贴一下你一长，我估计我可能还是得跳，对，对我这棋，然后白棋。他也不会从这里先分段你，因为你飞你可能也飞不过，就是白的可能就往天上走就行了。你将来你走这儿，别人也可以点断你。其实，这里你也过不去，你贴人也顶了，也爬回来。你要尖着冲出去，你也不得。就是他没有必要去尖顶一个和你这个长做交换，这步棋肯定是一步俗手白棋啊。这个好损，因为人家头都已经在外面了，你非要把人家。就断的两边都断开了之后你想干什么吗？对啊、嗯、就是这就是黑棋的一个想法、嗯、我先不断我就先不损、嗯、等你损一下呢我算了大家一人损一下就算了。嗯实战等于是那个谁赵申宇等于是觉得那我要损一下我也不满意那我就索性你不补那就来吧冲断啊就来吧。啊但是我感觉这个有点上当了，上当，有点上当的意思、啊。可能研究的还是没有联校那么深入，感觉是。黑棋跳了一个，黑棋跳一个。这好像白棋也没法回头了，这那他还能不挡下去吗？这个时候如果先点一下是个什么状况？先刺一下，先刺这个。先刺一下是什么状况？如果他接上，他肯接吗？不知道，但是还是冲了双。我觉得黑的如果爬被白的被。白的冲过来，白棋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对，这两个棋已经不肯死吧、那你这不肯死的话，我多点一下会不会不一样了啊、就是如果说还是实战这个样子的话，比如说我这个你再断我，或者我们还是按实战的这个下法下的话，那我是不是乔儿我这个就不给你回头了？那现在。这好像黑棋要完了、看起来我就不给你回头了、这能行吗这样、你这个棋看起来好像不太像行的样子有点看上去有点凶险、我觉得好像不太行对我这立一个你是不是气不够啊搬住气不够啊打劫打劫啊、你这搬走我打吃你手气我一提那出气无劫你就是不是就不行了对但是你不飞这也没办法了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行因为这个棋点一下还是很妙的你要不先点的话你下段这样这被一搬你这就搬死了出不去了直接就你就出不去了这就必须得先点你就说你这口气不能先撞不能先撞、对要实战的话它等于是直接挡下来了下成这样啊如果说我们先点一下呢这个其实就有点疑问了就是说先点一下黑棋是下哪儿了呢不明白还是像实战这个冲吗冲了双柱如果是冲了双柱就反正我现在挡你肯定不能冲断我了现在对我因为我点到一下你封不住我了你有可能是不是我觉得黑棋就先飞这个有可能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先损了一下如果你现在管住的话呢我把这一尖等于你本来没有这几个交换你要这样的话白的飞出去白的开心了对吧你现在你这几个交换完了我在一尖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在这爬什么做活的话是不是有点惨那么如果白的先在这退让那你可能冲断就成立了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担心这个先损一下被黑的一飞哎这地方出不去了好像也没看出来白棋这他们可能后续的一串操作我觉得他们联校肯定很清楚感觉所以他肯定不怕我感觉是不知道赵晨宇他清不清楚这件事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如果先点一下黑棋可能就不冲断就飞这个了可能白棋也没看出来什么很好
他那刺的时候就拐了，就拐了双主，嗯，然后我再飞他一下，对，我觉得好像看起来白棋也挺凶险，对，因为即使黑棋不冲断，他底下搬粘做活，将来你这个冲断不是一直留着的吗？对，这冲断依然是很严厉的一股棋啊。对，黑白棋因为气很紧。对啊，对啊，就是这黑棋还是比较好处理，他底下能做活就可以。对，只要先手活了，可能就还不错。是的。嗯，实战的话，他直接冲断了，直接冲断了，这个直接挡下来了。那么连霄就没有给他这个回头的机会了。这个就白棋由于没点到那下，他这下不能冲，这可差多了。对，对胡在这儿，胡在这儿啊、嗯！是的，他就是欺负你这个不能冲我。对，是啊，你要冲能白的要能点一下冲了一靠，那黑棋就三口气。黑的，你现在冲完了，你外面花手棋这边对，这边是飞进去了。那现在的话，白的不能冲啊，白的就刺，现在刺一个，拐一个，没有挡。啊，没有挡啊！嗯，他不敢挡了吧？挡完了怎么办呢？哦，挡完了这样，然后再冲，再冲到这边要死了吧？靠住你接上，对，靠住你应该是要接上，接上。我如果杀气的话，这是个问题啊。我如果杀气呢？杀气是个什么状况？这个？这个棋不太明了，这件事情也没看出来黑的一定行啊。黑棋是有什么简明的变化可以将白棋击沉？没看明白，他这个长算先手吗？这好像也长，你现在长肯定不行，我一急你就已经死了，你没气儿了。那好吧，你，但是我也没看出来这怎么杀就不能杀了呀，这就杀一下。这样能行吗？能杀的加进去？对，加一个长气。哦，加一个好像长气了。嗯，对，我虎打吃接上，这有一二。哎，这样行了，一二三四四个棋，那一般怎么走一个就死了啊？对，可以加进去这个棋。应该是他准备的有招的，我觉得对好像有招的。嗯啊，那不行啊，白棋这边加进去了不行。嗯，那他不挡走什么呢？他不挡，他在外面、这会儿先冲一下，先冲你一下。嗯，先冲，那他就打算直接靠住了。对，冲了他就打算靠住了。嗯，那实战黑的就飞了一个，转换了，转换了。但这个转换把这两个抓了，我怎么觉得好像白棋死的有点大呀？看起来白棋、死的有点多吧？等于这个地方的手数现在是一二三四五十四个，三四五。手术一样，那局部、手术一样。手术一样的话，黑棋目数的话，如果是他双在这也是够狠的。我以为就冲一个就算了，这个，这将来这个里边是没有棋是吧？他肯定确定是没有棋，要有棋他可能双在那儿。就这里边是没有棋，那没有棋的话，那我们就点目，那我就算这样。那这样的话就是六七八九十二十二十五目棋，那就黑的这块棋二十五。嗯。白的大概五目棋，那黑的话目数比白的多二十目，白的反正算是有点后卫，但黑的这里也不薄，对呀、啊，而且黑棋这颗子他没怎么伤、生命力还挺，对，将来不是要跳就跳，要拆就拆，万一白的可能还没是白的一只眼那这样确实好像明显还是白棋亏了，这个、我觉得好像白棋亏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棋盘还很大，虽然说这看起来是黑棋赚了不少，但是胜负应该说还是比较漫长的。那还是连霄这个确实是有研究，我感觉这个地方啊，赵晨宇上来就中了一刀，先中一刀，先中一刀再慢慢下，不着急。
小飞，小飞这儿啊，这个棋挺有意思。前两天我出过一个棋，就是这个，比如说像差不多这种意思，有点不同，就是选给他们了一个 A B C D， 比如说这个稍微远一点，就是 A B C D 这四手棋，那么应该加在哪里？这个要看情况吧，我觉得。就是比如说现在这样，比如我们选个 A B C， 那现在肯定是加远一点，肯定是这里的，对吧？对，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就是基本上这边是一个白棋。比较稍微厚一点，然后这个黑棋有一个子，但是可能白的还没活，就处于一个可能要对跑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它加进的话，反正黑的也要往外跑。那么对跑的话，这个子这么远的话，对于脚上其实是不利的。然后如果说你走在这儿的话，它等于它就没有，它其实底下是没有什么眼位的那种。对，然后我直接就是走在这里就正经。就是最远的，对，最远的，离他最远的，是的，因为他反正要往前跑，然后你就跟着他跑的话，等于你这个对脚上就是更实在。你要反而加在这儿或者加在这儿的话，这脚上有点又打入，是的，是的，就跟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有点相似。看完这棋，我就是想到了这个，这个还是加的远一点比较合适。因为其实很多棋迷朋友，我觉得很有可能走在这儿，就是如果就是那个想就想，因为马上要吃掉它了嘛，感觉就我加紧一点，加紧一点，对，马上要吃掉它了，那这脚上就空虚了。对，走在这儿的话，这个棋因为其实是不害怕黑棋跑的。对，你跑了，我还反而挺高兴。对，黑棋先从这边来。他这颗子他不着急跑，因为毕竟白棋这边提两个子非常的坚实。他如果再加一手能把你吃了的话，我觉得黑棋在外面连走两个还是挺得的。对，像黑的这个挂角现在也是 AI 这个出来告诉我们的一个棋。其实咱们以前下棋的时候，别人小飞好像我们很少，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二五二四分是吧？对，就这两个好像特别常见。直接挂上去的棋好像特别少以前。但现在就是有 AI 出来以后，就是告诉我们以后，这个就现在大家下的都多了，这个直接挂上来。就觉得你小飞了，我还是挂。对对，一样，没对你，反正我挂完你小飞，我也脱线，我也很多情况下我都是脱线。是的。他的意思就是你坚定我长起来，我这个作战不怕。那么现在其实黑棋也是更欢迎白的坚定，因为黑的如果长往这儿走一走，把这边白棋顺势他就给。假如说这样。对，比如说就差不多你再加一个。你往那边走，那我肯定很开心了。对，你跳，我就蹦，对吧？把黑的顺势就把这个白棋的这底下的潜力消化了，这样黑的这个实地，白的等于就这一块，就算你把它吃了，过去三十目棋，我这一块有25。这还有两个角在手。白的现在也不会坚定吧？他没走，而是从那边先敲进去了。他觉得你这个双可能是有点过，想让你忍回去。因为爬完以后有收气，白的有五口气。是是。黑的的话，1、2、3、4、5、6口气。如果能把你收气收住的话，对于白方来说还是有效果。如果说爬一个黑棋是挡在外面，那就根本就不行了。这个吧，对，他只能往这边爬，那他就挡在这边。对，你这个爬，他如果往这边爬，那肯定要挡住他，是吧？对，那肯定是挡住。是这样，但是里面如果没棋的话，那白棋也挺。好像是没棋。这好像是没。好像是没棋。没什么招是吧？但是他就有收气嘛，他就想封住你。那实战等于连消，他也不让你封住，我就把这个头出去。飞出去，对，然后白棋拆一，这样。这棋形拆一，这棋形很多都是点上去的，直接在那儿，对，是的，就是做活的情况下，就是我如果需要做活的话，因为点完以后我有这个托，然后我这个棋差不多是先手，那么我的眼位肯定是比较丰富的，对，现在赵晨宇拆一，我估计他觉得我这块棋没什么太大问题。这样的话，我没必要就是让你下后，可能是他的不想让他压一下，是对，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黑棋从那边夹住他。二尖低夹，这也是现在最常见的一个夹法。这以前好像这种，其实大家都搞不清楚哪个好。对，就是二三尖呀，二尖呀，到底什么一尖到底往哪下，也搞不清楚。现在。好像 AI 一出来，大家都往这走，大家都会了，都会了，就没有人走这个了，都学会了，白棋小尖，小尖啊，这也是电脑的招，以前出头可能都是飞着出头的，以前小尖特别少，我觉得以前，
感觉，就是飞着什么踢踢踢一堆，我记得以前，这好像以前没有走这儿。他不飞是因为你觉得被人家贴两下觉得不舒服吗？觉得可能黑的贴两下一活它没东西啊，它这样的话，你如果反正要活，它攻击你这个子，对，它应该是这个意思。看着好像这个小尖更有攻击性，更有劲儿，感觉对，有劲儿是有这个意思。对，肯定我有劲儿，有劲儿是吧？对，有劲儿，尖顶，尖顶，然后白棋就飞。这招棋我怎么觉得连消是孤了吗？怎么没出头是吧？对啊，这个第一感难道不是这步尖吗？这步小尖难道不是第一感吗？陈老师，待会不想着对啊，从这儿过来，对啊，是这个意思。下一步我是不是就这个呀？嗯，是啊。这个不出头吗？出头的话，白棋是出头还是进角？白的进角我就飞住你，你要出头。我这手，我首先我这边有这个，比如说我如果我说走这个，你飞我再走，这个连消是孤了吗？这个棋啊，我觉得孤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优势很大，对，他就觉得有优势了，就稳住了这个棋。按理说是正常的思路都是想尖出来，就想，哎，我这边不是能罩住你，这边也能罩住你吗？对呀、啊，就是说如果说白的这块，比如说是后市，活了。那你不出来就不出来了，可能他现在就这俩破子儿，不出来。我刚才还在看这个征子问题，我想他爬这个的时候，大概就挡下去算了，是吧？应该挡下去算了，这个太凶了，这不行，这个他活了，陈老师，这挡一个就做，他挡又活了，那不行，那我就挡那边。那他如果说尖，他肯定是看到这个尖出，他是觉得尖出来会被人家爬了就，那也没事吧？我感觉，那我就算再回来。我觉得我这两个交换我感觉黑棋也挺不错的，也不亏好像、我觉得我不太想被他封住啊，主要是心情不愉快、因为这个封住是黑棋局部是活了、就是但是将来这脚上其实你的目数其实很松的，比如我将来我就最臭的我就立一个 是不是，我就立完我就飞一个，是你挡住，然后我就并回来就行。走一个，并回来，你这冲一下，你这上面没有眼，里边金龟角，这也是著名打劫活。是啊，这总不能我点一个你去这样。对，就是那你说这有点惨，你如果这样回去的话，其实这个角的目数没有想看上去那么多呀。八目才啊，对，这两边被搜刮啊，所以这棋其实是不太愿意被别人封进去的，我觉得是的啊。这个我只能理解为连笑同学觉得形势大优，被人家罩住了、我先给你吃一刀，我这个形势大优啊！哇，你看这个，这个好像是有优势意识。这个我觉得这不是连笑的棋，我觉得是老师这个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大刀向前冲，这是刀呢啊，嗯。他怎么下的这么保守啊？看起来，刚才想尖出来的地方，就尖出来是一个很明显的要出头的地方哈、这边罩住他，这边罩住他。他这棋啊、我估计是他被飞住以后，他发现这里可能白的可能能把他冲断，冲断他是吧？他又补一个，那他尖出来这个就不怕冲断了呀，对吧？你把这个尖出来，这个冲断就不怕了。这思维何意、这个我觉得我只能理解为他这个优势意识非常浓烈、然后白棋从这边拆了一个、陈宇是拼得很凶，这里断我都不管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那冲断了，那这都已经这该尖顶的地方都尖住了，该跳的地方也跳住了，我再不断你也太没面子了，再不断你真的这个刀就没有了，得磨一磨了，是长横贴啊，这不感觉拼的特别凶啊！是啊，他你这棋你不走，我就搬了就扑进去了，我就扑进去了。我这是传说中的这个死棋劫财多就来了啊！我这什么靠了打吃一堆劫财，你这黑的没有劫财，这里的劫财一大堆，正好用来打劫，对，非常合适。那黑棋就立一个，蹲一个，然后白棋上靠在这儿。这棋啊就是这样，我感觉就是你越想保守你越保守不了，对，是的啊，就有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好像这儿也是问题那儿也是问题，对，这想守不是个事儿，对，我觉得这个连笑这个尖顶和这个跳是想守了，但是
他发现赵晨宇这个不断点根本都不理你，然后你还得冲断他，又变成了一个作战，那你当初感觉还不如直接就煎出来。对，当初这一步棋没下，下的好像有点别扭，就感觉就整个就有点不太对了。但是说实话呢，我是觉得也挺理解他的，嗯，就因为确实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这个比赛实在是太少了，是，就是比赛少的情况下呢，他骑手的状态是什么？就比如说，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是好状态或者什么坏状态，但是你下棋的时候，你的反应、你的嗅觉什么的都会迟钝，就是会对，就是弦绷不紧，对对，紧不起来，对，就绷的。你天天下比赛的话，你始终那根弦都是绷着的，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撑住它，你会有感觉的，但是如果只是在网上练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绷的那么紧啊，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按正常的节奏，我认为脸上不会往里前，好像下得有点怪看起来。对对，他本身就是那种特别强悍的，对，特别有劲儿，可强了，就是对下的断。这赵晨宇看到了机会，那就绝对是不能。嗯，其实赵晨宇的棋下的也挺凶的，那会儿我第一次讲他的棋，我还不熟。嗯，我说赵晨宇好像挺年轻的，看着。嗯，我说他长得挺文质彬彬的，是吧？有点萌，哎呀，萌的啊，赵萌萌。但是那棋下的一招比一招狠啊，他那个凶狠的不是说他这个局部好像我要把你吃了，嗯，他是左右两边他都要，都是他的。嗯，我说这有点不讲理啊，看起来不讲小伙子不讲武德，有点不讲道理。其实棋下的特别硬，都是。是不是他们这种连笑和赵晨宇感觉俩人长得都挺萌的，对，然后棋还都特别凶，所以我说这人都不可貌相，就是这么回事，长得萌的人棋都特别凶，长得凶的人反正棋可能还比较稳，不一定，不一定啊，就不一定，就是尝一个，好，黑棋压出来，这地方就出手了，这显然是没什么好讲理的了。这个地方你说这黑棋何必呢？啊，这现在又形成了一乱战，这个棋黑棋本身想避战的，对，结果又把自己搬进去了。啊，反正这一块我是觉得黑的肯定是亏了，我才没有看胜率啊，就是。我觉得主要是黑棋他没走到东西，主要是你在作战当中，黑棋你就围了这十目棋，然后这边的话被长出来这三个，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这几个三个这头被扳在这儿，气还特别紧。嗯，但是白棋在作战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个拆，得到了一个等于这个拆一加力。嗯，其实他这两手棋的这个肯定比你脚上价值大多了。是的，啊，如果这边弄不出东西的话。我觉得黑棋肯定亏了，因为黑棋没得到东西。对，本来黑棋其实尖出来，黑棋是没有，就是他是没有孤棋的，其实，就是感觉是在只剩下欺负白棋。所以我觉得这一串应该是黑棋稍稍亏损了。如果说白棋他能把两块棋，其实这块棋看起来不是很容易死的样子，不是很容易死，对，这块棋现在头也在外面，对。那个感觉黑棋想要把它攻成什么样也不是很容易，他现在这三个子得赶紧连啊，不连就对，不连就死了，对，拐死了也。嗯，小尖尖回去，这只能尖一个。这其实这种棋才是连笑的棋，这才看着过瘾。这个这只有棋迷朋友们，这连笑的棋迷，这看到这连笑这尖，我心想哇，这怎么回事啊？这杀出来不出头是吧？对啊。但是人家还不放过你的，真是。这个棋白棋主要确实是他一直得拼了，因为一上来先中一刀。嗯，啊，我这不跟你拼命，我这怎么办呀？啊。爬一个，对，爬了一下，爬一下，那他就下一步意思就是说一爬就活了，是他的意思，说我爬一个我就活了，是这意思。嗯，那黑棋要不要是？黑棋，确实不，这挡这个吗？挡是不是飞这个？他也不怕死，他这即使你挡下去，他将来你挖，基本上你这个子也是掉的。关键是主要是你别最后把黑棋杀一后手就搞笑了，你这杀一后手真的就那有点过，对，你就搞笑了。嗯，他
他这个棋，他实战他是没有敢挡在这儿啊。嗯，他不太敢。他不太敢啊，他这个棋。他跳了一个。啊、嗯。但是这个爬好大呀、啊！这个。如果说我们看哈，好心痛啊！如果被将来未来的爬掉爬回来的话、嗯，黑棋这一圈在干嘛呢？就是这爬还是被爬回来的。嗯。本来白的爬完还得划手棋的，然后现在不用划，已经回来了。黑的就这些木薯，这个黑和黑棋有点问题。哎，他这下爬一直没爬掉啊！这个可能是，他觉得生怕爬不着吗？这不会吧？他爬、这个不会吧？他不能这样脱先吧？不，这步棋我觉得这个棋这绝先吧？这个棋我觉得这死了都无所谓，这爬回来，这脚上将来肯定我就挡一个，你也是打结火。嗯，你这外面这地方我出来，你这已经死了。啊、嗯，就是我这爬你可能得补一个，嗯、你补一个的话就是。木薯首先黑棋少了15目大概，然后白的大概多了3、4目棋，就是差不多木薯先手20目，还带一脚上打结活。但是他不爬的话，你这不爬黑棋，你不怕黑棋给你先挡上是吗？他觉得你可能挡是后手啊。哦，挡是后手是吧？就我这我反正记我算不清楚啊，但是黑棋他没挡我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后手？有可能。是不是他什么飞了什么挤一下这种？就是他打结、他不是结才多吗？嗯。万一就是万一落后手，万一落后手，好吧，你就是这可能就实战等于是他双方都没走，对啊，嗯，就这个地方还觉得挺神奇的。但是我觉得黑白棋爬肯定是绝先哦，这不可能让白他肯定不会不不会、嗯，好吧，那肯定是白棋爬的，应该是、他既然两双方都不走，那我只能认为他们都默认是白棋的权利了。嗯。我去，这赵晨宇，这确实，你看越战越勇，对，你看着不像吧？就觉得顶一个赵萌萌，好像他在国家队好像是有个叫赵萌萌的这个名字、哦、啊。那我原来我是看的时候不知道、啊，我只是突然觉得好像他长得有点萌。不过现在这几年赵晨宇变化还蛮大的，他还觉得哎也没那么萌了，就是变帅了很多、嗯、啊，变从赵萌萌变成赵帅帅了。赵帅帅是吗？啊，白棋飞了一个，这是什么？这是天哪！这意思，白棋的意思说你黑棋进去了。啊，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看起来。这拼计算了，这棋。这样能行吗？这扳呢？扳它就断了吧。断我打了一冲呢。我就拐回来嘛。拐回来。嗯，你跑一下，我就吃。你这底下你再跑没用，你杀进去啥不行？外面跑的话，飞出来。这得看一下，哇，这需要强大的哦。你这棋好像不行，陈老师，你刚才那样可以出来，但是你好像不行，不行，看了不行。你这棋只要你冲的时候，我好像可以扑你一下。啊，你还可以扑一下？哎，我可以扑你一下，好像。哇，这扑一下彻底倒了。你扑一下，你这可能贴。那我一打，你就你这啥贴？你这主要外面线出不来、啊。对。你只能拱了拱这个，那太惨了一点。所以他退一个，你好像出不来。你只能拱了拱嘛，他退一个，你肩他靠，出不来。对，出不来。是的，这还真的出不来。这不行，那就不能搬呗。不能搬。这最基础的一条，他不能搬，对，就只能想别的招了。对，实战他是先尖了一下，先刺了一下，刺了一下，跟这边气有关系吗？这是要气子的意思呀，我感觉看不懂啊。不是，这试一下，就是将来我这如果这两个子死了，我就便宜了，就是。好吧。我觉得是气子的意思，试一下，是不是气子呢？我们看一下。天，我都不能想象这个，这照在这儿，然后你那顶往这儿一飞就把它吃了，天哪！这有点就完全不会往这儿想，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可以去考、就是、我们接着看吧，看他们的招吧，接着看吧，这个棋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感觉就是连霄一直在退，叫赵纯宇就一直在往前冲。对呀、啊，你看他下的多凶悍、我怎么感觉赵纯宇变成了大刀向前冲。对，是啊，哇，这还有的退吗？就没退路了，逼上梁山这种感觉了，已经是。啊，如果你挡的话，对，其实连霄的意思就是你挡我贴、那么你吃一个我就算了，我给你两个吧，我算了，我不跟你
搞事情了。啊，你贴出来，我。那他这样可以接受吧？就是黑棋肯定是这个想法，对啊，就是、把这个这样我就吃出来，就打这个、这样我刺一下不便宜了，就两个给你吧。哎，那可以了，啊，可以了。这外面吃两个很大呀，外面全厚了。确实，嗯嗯。那赵春雨说：“那个你想多了，你想多了，你想多了，我是摆在这儿，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料的，简直是。”那出招的地方让人出乎意料啊！这棋还是下的挺精彩的。这精彩，这个棋说实话，连笑可能是故意的啊。要是正常煎出来，我感觉棋可能没这么精彩了，估计啊，他为了让棋局变得更精彩一点。好吧。然后这棋黑棋简单杀气，看上去应该是不够。挡一个是吧？嗯。挡一个是什么呀？挡一个，我感觉白棋是不是团？连连蛋还是煎一个？团一个是什么？团一个，我感觉团一个应该。这看不清啊，都是这我就挖粘呢。可能是白棋死了，是不是？白棋好像是死了呀，我觉得。我其实我还是有一扑，但是我可能不见得要扑你，就是扑我可能是打劫，但是我感觉这样也是打劫。你搬这个就是，哎，搬这个也是打劫。一下，虎一下，虎一下，然后再打。哦，我现在搬你虎不到了，你得先虎一下，好像。就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你把我吃了呀，嗯、这一期你下成这样，先虎掉，你先虎掉再挂粘。但其实这样吃了好像也不一定赚。你吃了肯定也亏了，我这打你就全都厚了，对对。啊，黑的就吃这个肯定亏了。那我觉得白棋挺赚。白的这再爬一下，是这边我就再把你逼住，嗯，这外面将来我尝出来，你这外边是的是的啊，这样黑棋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吃这五个，嗯、啊，这收气吃肯定是不行。所以黑棋不能直接收气，他得往外拖啊！这棋、嗯，对，上头了呀！脱退，脱退，长气。然后看他是不是能吃得好一点。嗯、我估计可能还是形成了一个转换，到最后啊，嗯、黑棋也挡住，很精彩啊！还得把这个夹住吧，嗯。嗯这上面应该是白棋死了啊，对，但是黑白棋通过这个弃子呢，这一道壁加上把你的角变成我的了，嗯啊，看上去白棋应该还可以，嗯，我也觉得好像白棋不错，啊、差不多死了15目棋，是的，是的，对，然后本来白棋大概10目棋，就是差不多我里外里可能损失25目棋，嗯。嗯，但是我这个变成这个后势，我这个进去从你的脚变成我的脚，怎么着我也差个15目。嗯，然后我这个后势，你这还没活。嗯，嗯这看起来好像，我觉得白棋已经把前面的损失挽回了不少，挽回了不少，挽回了不少。嗯、他现在还是没有挡这个，陈老师。这我觉得很奇怪啊，是不是后手？这你挡我是不是挖你？刚才你说的这个我挖你是不是？挖一个我只能。切吧，我不能让你把我断开，那你可能爬回去，那你真的可能是后手了，他就脱先了，是吧？我就脱先了，你这要杀我，你应该只能走这儿吧？接上，然后比如说我飞是先手，我飞了我就虎一个，到虎我应该就活了，我就算不挤你一下，他这样能冲着吗？冲也冲不着，估计冲也冲不着，而且这脚上你要是我估计你爬着一下，应该是后手，因为他俩感觉都没下的话，应该是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嗯。他没下吗？他如果是双仙的话，那还不早就下掉？对对对，这双仙一百目，双仙也太巨大了，这步棋。双仙一百目，双仙还不早就早800年就把他抢了。啊、哦，赵神医给我们答案了，乔老师。天哪！他这棋我还不肯爬呢，这棋、哎、太凶悍了，棋下的、哦。我是要从外面来弄你的，那、你想多了，让我爬一个。我要从这儿爬回来，跟你连根跟你杀气。这，跳在外面，然后搬一个。要不然他待会是不是又想照在这儿，把人家直接照死？我都觉得有点害怕他这种。刚才这照了一下，完全没有想到，就往那儿照一个，然后就往这儿飞一个，这招都没想出来。这个棋我觉得连笑有点问题了，我感觉哈、这个棋所谓的力量大可能就是那个出招的地方就是让你意想不到，我觉得现在
回来了。本来以为他要挡在外面，结果他只敢挡在里面。只敢挡在里面。那现在白棋是不是这形势？我感觉怎么样啊？我怎么觉得这棋是不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的感觉呀、啊？乔老师，我觉得。不清楚是不是这边判断一下形势吧。现在，现在黑棋上了九十，好像是差不多了。16、11、12、10，三十目棋来，三十目棋这里。这白棋好厚啊！48、49、50、53、58、60目。现在大概黑棋全局大概有60目棋，目数肯定黑棋还是不错的。白棋这块棋大概是，但白棋厚啊。白棋差不多40目棋，如果算是死的话，黑的60目棋，旁边20目棋，但是黑的中间这非常非常重，就是比如说白的，我觉得就把这个一吃，他就这么下的啊，就吃了是吧？就吃一个好大，吃一个很厚，非常厚。吃完以后，主要是黑的他自己跑，他都不知道怎么跑。我觉得这如果不下的话，这让白棋走一个都快死了，感觉。这个棋，我感觉我这么慢慢这走一个都快差不多了，你这路在哪儿呢？你往哪儿做眼呢？眼在哪儿？是啊，现在这棋，我感觉又是一盘显示的胜率差不多，差不多了是吧？稍微高一点啊，白棋已经优势了现在。跟白棋起始胜率差不多，白棋在57%现在左右。哦，那我就感觉那。其实这一个刀下完，对呀、啊，黑棋胜率没有80，没有90，有80。还大的时候，不能轻易下结论。现在白棋飞一下，黑的再跳舞啊，这再飞一个，这空中芭蕾呀、啊，这个 是啊。他这块棋实在是太薄了，太薄，实在是太薄了。他如果不走的话，被人家他这飞在这儿，人家再点他一下。不过现在陈老师有一个好处，这种棋啊，连笑喜欢。他喜欢这样的是吗？就是连笑著名的就喜欢先捞后洗，非常的著名。就是他就喜欢实地，然后再就是活棋。对不对？他力量大嘛，他就是你杀不掉他，他往这儿小飞呢，当然也是有他道理的。他比如这种地方让白棋走一个，那都恨不得都成空了，因为现在这块棋太薄了，他底下都不能怎么样了。是，那相对来说的话，赵晨宇可能他的风格，我的理解，就是可能更偏向于就是那种讲道理的。啊，是吗？不，就是我的理解。但这盘棋，我不觉得他这盘棋很讲道理。可能是这盘棋因为前面的关系吧，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优势点可能是偏向一些，就是棋上理解的那个方面。像这种棋就是，这种反正我觉得不见得是他最擅长的地方啊。但相反的话，连笑是最擅长。所以说现在。可能白棋优势，但是棋局还是尚早。对，没错，这棋还是刚刚看胜率是差不多，就是因为刚才王老师判断也是觉得这个目数来说，目数肯定黑棋好，哎，黑棋因为上面还毕竟吃了那么多目呢，还吃了那么多，对，只是白的比较厚。那这种棋确实双方都很难，确实不太好找。白棋如果攻击不好的话，是也容易就落空了。没错，是的。这个棋确实顶住。如果让我选，我可能还选黑棋呢。虽然可能如果看胜率现在我不好，但是这种棋可能我还愿意选黑棋。对，因为白棋实在太难下了。就我一旦我感觉一手棋要攻不好，命你活了，我可能直接就没了。就是，黑棋相对来说它做活的话可能更简单一些。那这边他飞了，他如果说不下的话，他靠就搬回去吧，他就搬回去算了，对，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吧？长我就爬过，忍就爬过去，忍了算了，也没事，也没啥问题。对，这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要命的问题是中间这一块。对，中间那块说什么也不能被白的给干掉啊，这个。那刚才如果说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不是那么就是急先手的话，那是不是还是从这边撑一个算了？就是如果是我这种棋，我可能我会靠上去，棋下的紧一点。对，就是我利用的话，我索性就利用完就算了。就是像这种棋的话，就是陈宇比较讲道理的，就是他就是
像这种我觉得要我就靠上去，就利用完就算了，利用完的话就这样。但是如果是我攻击，我肯定是从这个方向，我也觉得从这个方向。对，我刚才说从这个方向，只是说意思是破野，但是我肯定不会往这儿走。我就是说这两个风格，因为如果换成老米啊、沙琪，可能直接从这边来也是有可能的。那就是每个棋手可能风格不一样，是要我可能就从这边攻，把这边围一围，然后咱们慢慢再来，再收一收。就我觉得，如果我可能是靠他，如果退，我走在这儿，就这个棋可能是我可能会这么下。这步棋的话就是，这王老师给大家指了条明路。指了条明路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棋，我觉得好像被黑棋走了一个就不太好攻了，这棋不太好攻了，就是相对来说就更麻烦一点。对，就是这块木数要没了的话，白的就是没有办法与黑棋抗衡。是的，就你得先把这块木数先给它撑起来，你木数其实还有可能追得上。如果这块都没了，你就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干掉它。对，就我这种棋的话，我不太敢就直接杀，就是我肯定是王老师的风格，对风格，对，是风格，当然如果我下，我可能会下在这儿，这个棋确实我可能会下在这儿，我先看看黑的他啥意思啊，你要是发力的话呢，我走几个我就可能不一样，你要是退一个我就算了，我就慢慢给你抛弃棋。他发力他也不好发力，他比如说什么翻了什么搬了什么，你把这全给我捞了的话，那我就那就被逼的那我就逼上梁山了，对不对？被逼的只有动手了，是吧？没有办法了，是实战是这样这个我觉得白棋稍稍缓了一些吧，对，好像觉得被黑棋抢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因为那里不是很要命的，你靠下去反正人家搬过就行了。刚才是这个走了，然后他抢一个，哇塞，这还能搬这个呀？这连笑突然又发起力来了。这才是连笑嘛，对不对？这个，刚才下的都不是。对，刚才对，不像是连笑，刚才啊。现在怎么打一下吗？对，他就是断打的。断打一下是吧？打了只有多气一下啊。就没有办法，因为不断打，为什么？我说是你要是直接贴这个，别人打的时候你打不着了，你这个。再打待会儿，对你再打就翻吃了，是的，是的。所以先打一下，问一下这个白棋。你要是现在关翻吃的话，我就提一下之后，我就补在尖在这儿，这样的话都连上了。那不一样，这我也没有断掉。是的，你要提的话呢，那我这个地方我就有先手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他应该是提吧？我想他应该提的，这不提子啊。追上了是吧？对，我们已经追上他实战的进程了啊。反正刚才看的呢就是现在白棋胜率已经往下走了一点。那可能是邱老师当初说的这步飞啊。我觉得好像是。但是我没看变化图，不知道他那个参考图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赵纯宇同学经过这一系列紧张的搏杀，感觉比较良好，经过这一段搏杀自己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个棋确实一点也不能松。下棋是一点都不能松气的啊。即使你到了七八十的胜率也是松不了。对，你像这开始连笑给了一刀，这个棋只要这一松，我觉得就这个尖，说实话就没有尖出来是吧？没尖出来确实这尖出来是一个就特别明明白白的一个下法。对，很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选那个。对，从这个尖开始，赵春雨一系列的搏杀非常精彩啊。对啊。这印象深刻，这招一个人家顶是往外飞住他的，这个招主要是下的时候不容易想到，又不会往那想，关键是结果这松一口气，这棋又变得切一个，那他还是西带白棋有点麻，乔老师。对，你是先打还是单提？不知道，这个棋好难，的确是这件事情。因为你这个棋你先打的话呢，你再提白的黑的要走这个，你给它冲断了可能应该得打吧，因为你提完以后这个子它就不要了，它补上了，你这再打就不要了感觉肯定得打，就是打这个还是打这个的问题，这也是个问题。要我就打这个跟他拼了，这都已经下成这样了是吧？对，我现在下棋，我现在下棋心态好，我现在下棋，比如说我要对上连笑，我如果有拼的机会，我绝对不可能怂，就是该拼就拼，就是反正不要手软，五十对五十，我觉得我就赚了，就这个意思啊。抱着拼的心态是吧？他这个
我补也不知道补哪，补这个吗？那我能煎过来，我觉得我还是便宜了不少。这个黑棋、嗯、赚到了，嗯，这样对。哦，来了。就是这一手，他就是打的是吧？不能再不能再松了，这再松、嗯、肯定是这棋有点远了，已经、嗯、应该是已经慢慢的开始走远、嗯，不能让这个节奏再保持下去。这样的话就，就我怎么觉得又接近了？嗯、对，棋就是这样子，稍微有一点松懈，这棋可能就不见了。这会不会请？上演杀大龙呢？这个，嗯，还是稳住。现在黑的不粘，应该也没有别的棋下。这应该要粘上吧？应该要粘上，想想粘上、嗯，然后先让他把上面这个子，他必须提掉嘛，嗯、要不然棋进没连上。对，黑棋这个冲断也太……冲断也没办法，冲断也得。这我得补吧？这不这被冲断，我实在是有点顶不住。应该是得补，然后白的尖一尖、嗯、一个就靠嘛，先靠一下，然后再点三三之类的。不要了，这个是吧？不是我，靠完了我就看。你打回来，打回来不大。哦，打回来。那打回来也挺大的。也挺大的，就是白的如果要下来，可能你就不要了。就是如果像这种定义，可能就。嗯。要退在这儿，你可能还是要。他要走这儿的话，你是不是把这个白加一加或者什么啊？就是这样下的，这棋。就是这么下的。嗯。再提掉，然后挑一个。对。看白棋会怎么走这里。嗯。但总的来说，这一串我觉得还是黑棋赚了，小白。嗯，我白棋毕竟是在这儿这个后上加后提了两朵花，还是觉得这步棋好像缓了一点，对，缓了一点啊、嗯，感觉嗯。但现在差距绝对不会超过两目棋，这个哦，别这个太细了，我判断不出来。但是不超过两目，我应该还是可以。我记得之前看那个连笑跟申正旭那盘棋，就大家都在替连笑可惜。嗯嗯。其实连笑即使下对了，那个棋也就是半目的胜负。嗯嗯。就后来看棋、嗯，其实就特别细，都在微棋之间。嗯。大家都在惋惜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怎么怎么样、啊？好像他一举就赢了，啊、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对，其实都很接近，就是想赢下来还是千难万难的一件事情。嗯、赢一盘棋太难了，这太艰难了、啊。你这一旦松一下，你看这双方这个完全不对了，就啊，这一下就看他实战还是没下，还在这地方可能还在抉择中。四点半，他们是中午12点半开始比赛的。那就是现在下来4个小时，这其实是2个小时，每方2个小时，然后5次，1分钟读秒，应该是正常是要进入要有读秒的，嗯，应该是，果然就是这样下的，小尖，然后黑棋靠了一个，啊，这上面写了这个是赵晨宇啊，用了一次，嗯，那就赵晨宇已经进入读秒了，啊，嗯，估计连笑还有一些保留时间，还剩15分钟，嗯。靠，靠也比打吃好。靠完是断吗？不是，靠完也是打吃是吧？啊、哦，靠完也是打吃。对，这样的话你要接上我就不要了，你要不接我给你吃了。是，嗯。其实刚才我摆靠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这么清楚，我就先摆个靠上去。嗯嗯，何老师厉害，白的应该要尖顶。我也觉得这个尖顶好、应该要尖顶。嗯，是的。嗯，我感觉比那边要大，比这个要大。嗯，这个棋吃了的话，24、6、8、10、16、18、20目棋，白的粘了粘掉，吃20目、嗯；黑的吃的话，5目棋来，就25目。他现在也不会打这个，但一出也得这个一出一入的话，长吗？长也感觉也不太好，也没啥东西。对啊、嗯，觉得很不舒服。嗯，往下立。嗯，有可能，我就想是不是立下去，嗯、立下去目数不好一些这样嘛，他就不走的话，将来可以跳进去。嗯，这个赵晨宇肯定现在是每一步棋都要利用到这个一分钟的游戏的有效的一个时间呢。嗯，嗯，因为读秒的话，感觉像赵晨宇这么、凶悍的这种棋风。一般来说比较凶悍的棋风，我只是一般而言，收束好像一般都是相对来说要弱一点，
因为他之所以凶悍，是因为他觉得正常下下去的话，他不是很有自信啊。像王老师他就很有自信，啊、他觉得这其实我跟你慢慢下下去，反正关子我就把你收死就完了。我也并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觉得自己力量不行而已。这比较谦虚的说法，就是我指的是一般现象。我觉得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观察一下，一般是这个样子。但据我所知呢，连笑也是那种。我觉得力量特别凶悍，所以他们今天可以说是就碰到一块了，尖顶，黑棋还没有下，估计他应该要硬一个，要不然被白棋再走一个是不是太大了？现在都是搬在底下了。对，为什么我们刚才说黑棋要二路立下去，就因为现在都接近于棋盘都已经越来越小了，你得看着木啊下棋。要不然你待会木干不够，你的棋也没有地方发力了，啊！其实天元赛本来我也可以下的啊，但是我没有参加，没有参加，就是感觉这个棋下起来太累了，他们都太厉害，有点辛苦下起来。哦，现在棋就是你每天得不停的练，得熟悉各种的招数。各种的路数，像这种路数，别一开始中一招你就这我这样来了，我肯就是我首先我肯定不会这么去选择，但我一旦这么选择，我必然会中刀的。我觉得这个棋中刀的概率很大，就是说，因为人家很清楚你每一条路，人家都很清楚的情况下，你就很容易中刀了。他都有正解，那你要怎么去跟他练呢？真的是，尤其现在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用功啊，这个对，现在比赛又少，每个图都告诉你，王老师这个图我胜利多少，这个图我胜利多少，哎呦，晕过去了。就下到最后我说啊，行吧，你赢了，实在他还是尝尝了。他尝了一个，经过选择啊，他认为走后比较重要。嗯，啊，这连笑这优势意识又来了呀。啊。这长时间如果说对着那个电脑的屏幕，是不是觉得时间长了会有点晕呢？感觉嗯，因为这些计算啊什么，你都得不像以前我们面棋的时候都是对着棋盘的嘛，对对对对，那个计算都不一样。你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的计算是感觉不一样的，对，肯定是有点，肯定是的，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别。嗯，尤其是他们主要就是一盘棋，他们起来逛悠都没地方逛悠。对啊，对，你起来想舒展一下筋骨都不行。对，我去参加文艺的时候，那个也是网上嘛，因为有外国的那个崔哲翰呀，他们，然后也是只能在电脑上下，然后还能起来看看队友的棋啊，好歹能看，能逛一逛，是，然后转悠，肯定还好一些。他们现在这个舒缓一下，对，要不然这神经老是绷紧了，这感觉很，确实很辛苦。对，要不然现在为什么棋手好像出成绩的是年龄越来越小了？感觉现在当打之年都是95后，感觉就是。我看了等级分前十的大概只有一个姜薇杰吧，是91年的，好像像十月啊这种都已经掉到十以后了，十五六了，这确实是很需要体力和精力，是，现在这棋下到这儿，那我们这盘棋那看来是暂时只能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对，这个棋我只能说是一盘细棋。对，这还早得很。然后胜负的话两目之间看看到最后能不能预测对啊，这个我感觉就是好吧，那反正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稍后再关注一下这盘棋。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非常精彩的本赛的对决。好的，一会儿见。一会儿见。